看到了什么？看过了。这是什么？蝙蝠。我们很好吃蝙蝠。蝙蝠。啊，不是吧？菱角吧？你那边有吧？有啊，我们小时候也会吃，确实有点像蝙蝠。这像不像蝙蝠？嗯，好吃到会跳舞的菱角哦。嗨，现在我们来到了台中的果菜公司，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，它叫公司。但是刚刚有问我们同学，他说里面好像是卖水果蔬菜的，到底是一个怎样神奇的地方呢？带大家进去逛一下。哇，这里面超级大的，是个批发市场，大到可以在里面开摩托车。看都在卖什么呢？哇，好大的橘子、苹果，还有同学。老板在笑他，谢谢老板，你们家水果好漂亮。哇，看一下老板家的摆设，超级漂亮，碎碎碎哦，这超大颗，超漂亮。那我们同学又找到了什么？泰国的椰子水。哇，这里面大部分卖的都是水果，各式各样的水果，有常见的水果，也有你平时见不到的水果。超大个超漂亮的哈密瓜、香瓜、西瓜、火龙果，还有我们刚刚吃的小番茄。这个是奶枣、百香果，好漂亮，好大哦，一箱600块。我把送车上了，送到车上。哦，服务这么好。这一车都是百香果，超大个亮晶晶的洛梨，不同的品种，这种是长一点的，这种是圆一点的。甜柿，哇，你看这多大，用手比一下。又看到了什么？看过了。这是什么？蝙蝠。我们很好吃蝙蝠。蝙蝠。啊，不是吧？菱角吧？你那边有吧？有啊，我们小时候也会吃，确实有点像蝙蝠。这像不像蝙蝠？这是洛梨啊，太多了，太大，太漂亮了吧？不知道我公公那个种的能有产多少？你看他们这多少？这个是台湾最有名的骊山蜜苹果。蜜苹果、就是里面会有结蜜的状态下是最好吃的，像这个。哦，这个、应该很甜啊、因为它是在高山，比较冷，所以长得比较小。对，你看那个地方，黄色的那个地方。对对对，越黄越多的是蜜苹果，因为一看都是一个经销商。哦。那所以他们都有自己的货源，然后来在这边。我开水果摊的话，我不可能卖一种。对啊，那他们是一家经销就只有2摊。好漂亮的莲雾，凤梨，这很大颗哎，看到了超大的椰子，还有黄色的，感觉很沉哎。这边到了卖菜的地方，好大一包的胡萝卜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笋子、芦笋、香菜，这个是什么菜？茴香。感觉好像不常见，也不常吃到哎。桂妞。这叫啥？桂妞。没听过。过猫。过猫，龙须菜，这个吃过，这两个就没吃过。这个是什么菜？哎，卡住了。对，卡住了。那这个呢？昂贵菜，它紫色的，前面是绿色的，后面是紫色的，怎么这么酷？红菜，红菜。这个是炒那个麻油炒姜，它是补血的。高丽菜、小白菜、莴苣，这是我们叫生菜。啊，生菜对。这怎么像做酸菜的那种东西？挂菜。这是什么？菜头。沙岗鹅，这个是大家有没有吃过？这是什么？三叔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它打包的好漂亮哦，炒三叔，好好吃的。买了什么？馒头。哇，同学买了2大包红萝卜，这么大一包，这要吃多久？像逛了一圈，加上同学还给我的介绍，我都有点饿了。这个菜叫什么名字？要怎么做好吃啊？那个菜又叫什么？怎么炒好吃啊？台湾的水果真的很厉害，要想要了解台湾的水果，尝尝台湾的水果，推荐大家来台中这边的果菜批发市场，可以把台湾好吃的水果一网打尽，包括新鲜的蔬菜都可以来这边买，真的是便宜又大碗，熊赞！这是台湾香柚，你蹲下比一下。两颗头那么大的柚子，我还没吃过，哇，太赞了！你看，灵芝蛋是什么东西啊？鸡翅灵芝蛋的蛋，好高级哦。黑色是熟的，那个是生的。哦，生的才是红的。要买100、200、300都可以。一斤90块，我们要买菱角，我闻到香味了，好饿。哎，我要吃菱角了耶！我来表演一下怎么吃台湾的菱角。台湾的菱角要先从两边的角角，应该不会吃到嘴巴。哦，这是最土法的吃方法，它尖尖的没有，之后从中间咬开，
咬下去，稍微丰厚的。好，来拔开。来，再大力一点。好、哦哦，咬到了啊、哦！咬到了。好，拔开。拔开，是这样。好，等一下再咬这边。咬到尖尖的部分，然后它从那边跑出来了。嗯，知道了，有一点糯糯的，然后嚼起来很香，又有一点这个菱角的这个清香味。有一点酸酸发酵的这个菱角的味道。最好吃的方式是沾蒜蓉酱油，会有特别的台湾味。嗯，好吃。这样跑了一个早上了，刚刚看了那么多菜和水果，终于吃到了，好香啊。嗯，好吃到会跳舞的菱角哦。嗨，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台中第二大的花市，叫大雅花市。看一下啊，我门口就有这么多五彩缤纷、各式各样的花。等一下要带大家去里面看更多类型的花跟各种各样的植物。我们走，看一下有什么花卉植物呢？西瓜皮，怎么这么可爱？这是什么？拖鞋染。像一个拖鞋，这是台湾蝴蝶兰。台湾蝴蝶兰是世界第一名，世界第一名，台湾蝴蝶兰。世界上的蝴蝶兰大部分都是台湾这边出口过去的，种类很多啊。你看这一排，哎，花色也很多。对啊，啊，重点是好种哦。但是这边培养的技术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，它可以当花材，它然后也可以当盆栽。然后最大宗的是现在那个婚丧喜宴会送的大花篮里面，都会放这个，都是它。哦、这也可以说是台湾之光啊！世界上的兰花能够培养的这么多均匀，而且颜色和花型这么受喜欢，对对对，这么被人家喜欢的话，就是台湾蝴蝶兰。是啊，连英国女王都很喜欢。对啊，你看随便一看，这边都有很多品种，而且长得都很漂亮，整个全部都是兰花。兰花也是花市里面比较大宗的，仙客来开的也是很鲜艳，圣诞红，哇！这个颜色让人看了赏心悦目，泛白，哇！你看这个翠绿翠绿的颜色，看完心情都变得更美丽了。这个没有看到叫什么名字，很精致啊。香椿不是都是用来吃的吗？还是它也可以做观赏植物？在台湾有一些素食店都会用香椿做酱、香椿面什么的，很酷的名字。大游行，大游行长这样。侯爵夫人有没有觉得高贵典雅？罗伦布卡洛，它开花了，长这样。很多很多的瓣呢，哇，这个可爱，这个开得灿烂，向日葵哦，看了让人觉得心情都变得很阳光。这向日葵可以结出来瓜子吗？好疗愈哦。烟火花怎么这么像我们在菜市场吃的那种菜？正面是绿色的，背面是紫色的。黄中花据说之前有一段时间很流行，很多网美都去打卡，行道树上会开很多，非常的烂漫，一簇上面有好几朵。七里香，这个七里香可不是鸡屁股哦，是真的七里香啊，白色的花。七里香这个是真的香，鸡屁股也是真的香。哇，我们同学大丰收哎，哇，每个人都大丰收啊。好，同学都买了很多哎，我们要走了。